四，你今日幾型啊？放心喎，我哋偉大嘅政府好快會回應你哋嘅訴求。你想點啊？做兄弟嘅，實幫你睇實條村嘅喎。
講你嗰個地方的話，我都聽不明白。OK 你都學得挺快的喎。表姐，喂，阿哥未翻啊？未喎。你兩個呢，呢日呢沖埋啲營養粉，食飽咗瞓啊！呢幾日情況好緊張，啲黑衣人隨時都會抽督搜查。欣欣，係你冇身份嘅，見到唔對路咧就即刻匿埋，絕對唔可以俾人見到你。我會盡量令佢哋唔入嚟搜查。無啦啦要搜屋嘅，詳細我都唔知道，通常都係大單嘢。總之你哋要小心啲咯。知道。表姐啊，近排咧外面好多嗰啲砰砰聲啊，其實咧嗰啲砰砰聲係咩動物叫啊？嗰啲砰砰聲咧係。如啊，依家姐姐俾啲嘢你睇啊。噔噔，哇，好靚啊！係天鵝啊！你中意嘅話，呢個就送俾你啦。我屋企好多呢啲嘢。表姐，靚唔靚啊？你都戴好啦，出到唔好戴啊，知唔知啊？嚟啊，我幫你養起佢。多謝欣欣姐姐。唔使，靚曬。月月，你好慶啊！冇事噶，我成日都係咁噶。唔係喎，你面青唇白咁嘅。唉，過嚟俾表姐睇下。過嚟啊，坐低。係有少少慶喎你。小朋友發燒可大可小噶，不如帶佢睇醫生啦。翻嚟啦。你咁樣發燒喎，同平時差唔多興，應該冇乜嘢嘅。佢成日發燒㗎。你有冇其他唔舒服啊？腳咧？好啦，唔舒服咧就唔好搞嚟搞去，快啲瞓啦。聽我講樣嘢先啦。姑丈攞嚟㗎。終於都有啱骨髓啦。等阿爸做你啲錢一寄到，我哋就可以做手術㗎啦。所以咧，今晚乖啊，早少少瞓，瞓一覺，好快就好多噶啦。嗱，有得做手術咧，就乖乖地快啲瞓啦。起身啦，行快啲啦，四方直。天月佢做咩事啊？佢有急性白血病，成日都會發燒。咁佢就唔應該喺呢度啦，要去睇醫生啊。呢度得間舊診所同兩個醫生，根本冇醫院可以醫到天。咁去嗰個咩城區咪得咯？唔係咁噶，可惜我唔知點同你講。其實我哋條村喺十年前一場大火之後，就俾一度大閘鎖死咗。除咗少部分村民要過去嗰邊做嘢之外，就再冇人可以順利行出呢條村，所以天宇你出唔到去噶。雖然我唔明點解你可以嚟到呢度啊，但其實你都有好多嘢，都真係唔係好似你。救命！咩事啊？開門啦！救命！開門啦！開門啦！救命啦！你放我走啊！救命！人嚟救命！我哋開門啦！點解唔救啊？冇用噶，呢度三日唔埋兩日。就係咁噶啦！我係問你，點解見死不救啊？你冷靜啲先啦，天月佢瞓緊覺。點解啊？放佢入嚟唔係救佢啊，而係親手殺死曬全間屋嘅人啊！我淨係知你唔救佢，佢一定會死啊！你要知道喺有啲地方，一個權力要你死，你要避都冇得避。好得屁又點啊？死又點啊？你知唔知道有乜嘢比死更加恐怖啊？係無情啊！當你俾一個權力馴服到去某個程度嘅時候，你就會開始咩感覺都冇曬。到嗰陣，你就同一隻等人嚟餵嘅貓冇分別。有所謂咩？我哋日日。被逼不停地做成12個鐘，餐餐吃埋啲咁樣嘅爛鬼營養粉，
佢哋就喺大城區嗰邊大魚大肉嘆緊啊！咁我哋咧，我個妹佢有病，我送去醫院醫佢都冇。你嗰個晚晚聽住啲槍聲瞓好過癮啊！我無情，你個國家有幾時對過我有情啊？可能十年前廚房，我媽走嗰陣，真係帶留咗我同天月。我已經慢慢唔記得吸一啖新鮮空氣嘅感覺係點。我已經慢慢唔記得牛肉究竟係咩味。我每日出門口。跟天月說拜拜的時候，我都好驚，我好驚一出了這個門口之後就永遠都回不了來啊。我現在擁有的東西已經不多了，就算是自私一點，我都很想好好地守護他們。你明不明啊？或者我真的明白你們的世界。
嚟，我擺台面。仲有啲日用品同營養粉啊！我心你啲嘢未接，就唔好周圍亂咁擺啦。亂七八糟，真係忍住嘅。哇！做咩啊？做人咁執着做乜嘢咧？坐只輕飄飄嘅飛機。幾好啊！你癲夠未啊，方生？你話唔使咁執著噶嘛？梗係啦！10年前喺恆指山下面等多個唔係你。10年前發現自己俾自己最在乎嗰人呃咗嗰個唔係你。10年之後見到一個前途本身一個一片光明嘅人。變成一個廢人嘅，更加唔係你。你都唔使下下喺度叫我個名，係你噶。有啲嘢係你嘅就係你嘅，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噶啦。咁你覺得呢個似你自己咩？你睇你似咩啊？你成日瞞住我去做一啲你覺得好有價值嘅嘢，但係呢啲嘢對呢個國家嚟講根本就一文不值。喂，係，我會盡力。天鵝，日日唱歌俾媽咪聽。
子對接，然後兩邊向外彈，一隻飛機就搞掂。喂，傻佬哥哥。今日全日欣欣姐姐喺屋企陪天悦画画。
表姐，靚唔靚啊？我心畫噶，都冇橋。咩獨木橋啊？我跟住媽咪以前影嘅相畫嘅啫喎。你兩個聽我講咗先，你哋千祈唔好出去。而家啲黑衣人咧，應該擴大搜索範圍。初步估計，村入邊有人偷咗機密文件，而家政府嚴正執行。你哋一出到去咧，就俾搜身查身份，有嫌疑就加三不論。機密文件？你唔使知，總之由我未翻嚟之前，幫我睇實天元。會唔會有人入嚟搜屋噶？我盡力搞掂佢啦，走先。翻嚟啦。出面做乜嘢啊？總之情況好緊張，聽聽佢哋兩個，多謝先。阿高，你翻嚟啦。天元，你有冇唔舒服啊？冇啊。Kevin 啊，頂帽係你㗎？梗係我㗎啦。上面嗰個章咧？是媽咪整的，她跟爸爸一人一頂。多事啦你。啊，等我上去閣樓度揾多啲媽咪嘅相簿先。月月啊，你嗰本相簿咧，借俾我睇下得唔得？好啊。唔該。小心啲啊。知道。係咧，冇聽你提起過我哋爸爸嘅。他在城區打緊工啊嘛，咁你哋多唔多聯絡噶？點解咁問嘅？冇，冇嘢。安日朗，我俾啲嘢你聽啊。方律師，你今日幾型啊？放心喎，我哋偉大嘅政府好快會回應你哋嘅訴求。你想怎樣啊？做兄弟的實幫你看十條村的喎，放翻佢哋六個出嚟，咁樣你搞我好了，唔再加盒子出。你話50罐汽油夠唔夠啊？啊！你邊度攞翻嚟噶？第一日咯，喺見到你之前，有個人塞俾我噶。你唔早講，你知唔知而家出面所有黑衣人就揾緊呢一樣嘢啊？我知啊。咁你而家先攞出嚟？我驚我講咗出嚟，個人係咩樣噶？我都不太好記得了，那時候很黑的，但是呢，他又叫我將這件事交給當年七人行留下的那個人。段錄音是何時錄的？2010年12月20日。是媽咪死的前三日，跟場火有關。方律師，方律師又會是誰？你知不知道當年發生什麼事啊？咪就係十年前，我哋條村發生一場大火，燒咗四日四夜，仲死咗好多人。跟住成條村就變到成個廢墟咁啦。俾人放火？唔知啊，我只記得當年政府話同我哋協議搞重建之後，就再冇人追究過啦。咁奇怪。嗱，喺錄音入面，第一個人講嘢嘅係甲，第二個人講嘢嘅係乙。甲同埋乙本身應該是朋友嚟嘅，至少佢哋識。甲，乙佢係恆子村嘅人，佢應該有朋友一齊俾甲捉走咗。等陣先，錄音入面又話方律師乜恆子村唔係好窮嘅咩？點解會律師喺度嘅？我記得，我記得當年係真有個人去過城區嗰邊讀法律㗎。監察人員炒。关门。我点啊？匿埋啊！你企我后面啊！入嚟啦！立正。有冇见过可疑人物？冇。报身份。恒子村安日朗3段12家。你都系。立正。有冇見過可疑人物？冇。咩嚟？係玩嘅紙飛機。報身份。佢係杏子村安天月3段12家。自己報。恆子村安天月3段12家。
冇發現。好。走。就是方律師，你是方浩，好煩啊！你哋走啦。方律師，你今日幾型啊？放心喎，我哋偉大嘅政府好快會應你呢個訴求。你想點啊？仲唔係嘅，想幫你睇實條村喎，翻咗你六個出嚟。啊！停咗佢啊！你就放心，你根本就。
就是安靖君的朋友，你就是当年滕志川唯一一个在成军大学屈到月的人。我记得你的，你的身很巴闭的，我觉得方律师方律师这样叫你，你还经常跟城区的同学回来滕志川的，你现在搞什么啊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啊，但是照顾一切过去的。你哋振作啊！你哋唔好走啊！出面所有人都揾紧你支录音笔啊！如果你唔振作，阿志春做到咩都冇啦！你哋唔好走啦！走啊！你听我讲啦，就算安靖君见到你，佢都唔想你咁噶。你振作啲啊！好啊！你要繼續逃避嘛？得，你唔要支錄音筆，我哋要咯。既然入面有咁多政府唔想聽到嘅嘢，我就俾全世界都聽到。只要你一句唔要，我哋就繼續我哋嘅堅持，你就繼續你嘅逃避啦。咁幾好啊！你一個唔該又可以繼續咁癲落去。繼續沉淪在你美好的世界裏面。是啊，是我親手殺死這個地方的。政府做高官的法律系同學幫手，希望可以改變恆子村。嗰陣勝算，換咗一個開明啲嘅負責官員，咁我哋就決定號召曬全村嘅話事人，就可以同城區政府爭取平等權益。我都幾聰明啦。去到個政府大樓啦，俾人捉住嗰一刻，我先知原來成件事係一個局。佢困住我哋之後，一把火燒咗恆子村，跟住仲要冷施捨咁抌份重建協議俾班村民去簽，如佢所願。棉廠啊！垃圾處理廠啊，搬曬過嚟！而家你哋日日俾人逼做12个钟头苦工，都係因為我啊！係我，一切都係因為我，根本我就冇資格喺度苟且偷生。苟且偷生又點啊？根本你就冇必要喺度又扮癲又扮盲咁去逃避。你覺得唔啱，你覺得唔合理，就應該去爭取啊！你認為一個反抗佢哋、知道佢哋咁多秘密嘅正常人，你繼續留喺呢個國家入邊咩？其實又盲又傻，幾好啊！睇得咁清楚。反而害死緊自己同成條村啊！我哋應該將成件事講俾所有人知啊！你想點啊？今次唔要火災啦，要爆炸，定係要屠殺啊？啊？咁我哋可以點啊？我哋唔可以咩都唔做。你同佢鬥，我哋喺佢腳下面只曱甴咋？但係曱甴。搏命走，嫌系俾人踩到上头，我顶都唔理啊！就算做只曱甴，我都唔想你行翻我条路啊！恒子村嘅未来系属于我哋噶，呢样嘢系应该由翻我哋去决定。你自己睇下，天宇，天宇。
經唔係競爭不好，做乜衰兒食噶啦咩？點解會咁樣樣噶？欣欣，你交翻小龍粒筆出嚟，咁樣天意先可以做手術噶。違令者，欣欣，你涉嫌干犯多項嚴重罪行，我以事奉國家之名，命令你立即交還所有機密文件，否則村民安天月不得進行任何醫療程序。點解會咁噶？點解兩筆件事會俾人知噶？手術咧，唔係做手術嘅咩？天月要做嘅手術係要先將原本嘅造血功能破壞，先至可以做移植。佢原本已經完成咗呢一部分嘅治療，可以做手術嘅啦。但係點知今日政府突然之間唔俾個人捐骨髓。我再重複，國家已經發現你涉嫌破壞國家安全及盜取國家機密文件，而家嚴正要求你立即交還所有機密文件，否則村民安天嘅骨髓移植手術不得進行。我哋交翻小龍嘅筆出嚟啊！咩話？天宇嘅身體已經捱唔到落去啦，佢而家要靠呼吸器才可以維持到生命。他已經完成了做手術之前的化療，打破曬原本有的幹細胞，免疫已經跌到零。要我現在才說不做手術，他真的會死的。我還以為你已經下定決心不會放棄。欣欣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不是這個問題啊，而在我的世界裡面沒有東西重要得過我的妹。甚至我之前想爭取，我都是想他大個之後個世界美好啲咋。如果冇咗天元，你一切都冇意義。但係你咁樣，就係屈服喺你一直睇唔起嗰班人之下。咁樣同你俾人捉住自己嘅手，捅自己都冇分別。或者一定會有其他方法咧。我們不要交錢拿出來吧，蛤？我不該你啊，你要做英雄的，你回到你自己那裡才做，交回所有東西出來，你死在安靜軍，你必會是被你政府殺死的。為什麼你不肯交份錄音出來？你會被你犯的人死啊！救啊！現在要殺死天月那個是你啊，都玩夠了，收手啦！這個地方是不屬於你的，即刻跟我交回所有東西出來，跟著我走。我玩，原來我一直都在玩。既然我是玩，我就跟你玩盡去。我跟你說，我是絕對不會交回小龍粒出來的。日朗，我現在奉國家之名被你立即交還所有機密文件，你夠脆，你會後悔一世的，就算放我走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說的不是你，姐姐，你來報仇啊！日朗，日朗，你為了伴住我去城區談判，你叫我一下
氹子站要等你。氹子，你又呃我啦！我知喺你度，拎翻出嚟。其实唔一样噶，今次我哋都冇话要去睇日落。等我估下，你嗰次有冇整紧物球馒头咧？拎翻所有嘢出嚟。唔知而家恆治山嘅日落仲係咪咁靚啊？夠啦！我表妹已經因為呢件事死咗啦，你攞翻所有嘢出嚟啦！我已經將啲錄音發散曬出去啦，唔使再揾啦，冇用噶。點解啊？點解啊？
经过立法会两日的辩论，一直扰攘多年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，最终在无人反对之下通过。行政长官和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结果。